我跟你一样是凡人。走了。对吗？我也这么觉得。若是他真的追了上来，我跟我五位姐姐还有我娘一定会帮他合力对抗我那个顽固又可恶的爹爹的。哎，你爹他真的像戏里写的玉皇大帝那么专制啊？何止像啊，他根本就是个玉皇。你没事吧？没事。我爹爹他名字叫玉皇帝。玉皇帝名字怪怪的啊。哎，不用怕不用怕，只要平生不做亏心事，天打雷劈都没关系的。可是我做了很……哇，太好了！哎呦，哎，干嘛呀？这是爷爷的祭品啊，你怎么可以吃啊？男子汉大丈夫，谁会介意这些琐碎的事？喂，你知不知道这是对先人的不敬啊？我肚子饿了，拿来呀！啊，你。自己你管得着吗？就是嘛，我可以帮你啊。你怎么帮我？你呀、啊，你这个卑鄙、无耻、下流、龌龊、肮脏、大白痴、大猪头、大混蛋、大笨蛋、大坏蛋！不，我没惹你啊，你怎么骂我呀？我帮你骂你自己啊！我要听你唱歌。我不会啊。哦，头好痛哦。哎，好了好了，我让阿苏唱给你听好不好？啊，更痛了，受不了了。有人救救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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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我唱。我唱。好。哎，真的要唱啊。我头又痛了。啊。那你支持我了？当然了，在小七心中，地瓜永远是最好的。地瓜，地瓜，地瓜，你把我也杀死吧，让我跟地瓜一起呀、啊！地瓜，地瓜，地瓜，小七要永远陪着小七呀、啊！帝哥，小七，你怎么能这样跟母后说话？你答应过我要让董永一家平安，可现在呢，大婶与大叔死了，帝哥要卖身才能葬他们，谁人健康谁人平安？小七，你冷静点。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一直都对小七很好，照顾小七，教导小七，你为什么
亲到底要怎么样？打死我吧！你会这么苦，都是因为我，我是罪魁祸首。闺女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不打我？你怎么不惩罚我呢？可是，等他长大了，一定要记得告诉他，他的娘亲很可爱。很可爱的，而且他很爱地瓜。还有，你一定要告诉他，我别再跟什么神仙谈恋爱了，太苦了，太苦了。Xiaoqi，Xiaoqi别这样，Xiaoqi，我求求你们，Xiaoqi别这样，别这样，求求你了，Xiaoqi，Xiaoqi。坚强一点，熬过去。是啊，人生匆匆，以后你的路还很漫长，你会慢慢明白的，Xiaoqi。人生有生老病死，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想通了，只是一个循环。生没什么值得开心，死也没什么值得悲哀的。Xiaoqi，不要明白，不要感动，人世间的苦Xiaoqi都已经尝尽了。Xiaoqi心中还是有情，我不要再担心你了。